我们这边呢，我们要先从我们的这一个额头的地方，用三个手指头在这个地方先轻压，之后呢往旁边画，那这样轻画，画到太阳穴的位置，这边再一次，这样轻画。哇塞，为什么要先做这个动作？因为你要先把你的整个脸上的血液循环先把它畅通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滑画过来，你可以做3到6下。你会发现我的手法按下去的时候是比较用力的，嗯，对。然后之后我们慢慢画到后面的话就会放松，然后到太阳穴的地方这边可以稍微的做按摩，这边先做按摩，按摩往上提，超级。第一个步骤先这样画过来，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在我们的鼻子旁边、眼睛这个地方，一样的从这边画，画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听会穴的位置，我们要经过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压一下。然后再往上提，也是提到太阳穴的位置。好像真的有保养就有保佑哦。这样子往上提，一定要3次，好，一样做3次的部分。就是这样，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就吸收了。对，所以你要在下面再补充一点。一样，这边画完3次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做下面这个地方的往上拉提。那这个地方拉提的动作呢，大家要看清楚，从下巴的地方，我们这边开始就要做打圈的动作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？这样打圈，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按，这样子就可以按了。哦，要这样哦。有没有发现要这样？打圈上来是出力的，画下来的时候是放掉，出力，放掉。上去是要用力，对，下来就要放松。哎，这是新的耶，新的手法。然后鼻子旁边也是一样，上来出力。上来出力放掉，上来出力放掉，对嘛，上来出力放掉。所以我们这边从鼻子旁边这边一次，然后2次、3次。那我的习惯是先坐下面，因为下面你往上提。